年底七合一大选就要登场了，而在此之前，五月份民进党要改选党主席，同样是竞争激烈，包括现任党主席苏贞昌、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都表态参选。现在更传出来说，党主席苏贞昌如果连任失败，将会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延续政治生命，再来挑战2016。不过苏贞昌表示，放出这个消息的人不怀好意。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堃虽然已经获得民进党提名要参选新北市长，但新北市长朱立伦要不要连任迟迟没有松口，现在更传出苏贞昌可能亲自出马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是蛮奇怪的，因为我现在是民进党的主席，而新北市我们已经完整提名机制，提出我们新北市长的人选，而且正全力在浮选，候选人也全力在冲刺，这个时候放这个消息不怀好意。苏贞昌否认到底，不过为了七合一选战，民进党举办政策发表会，从二月底到三月中旬，针对各项议题提出施政方向，更计划公布地方执政纲领，作为年底大选的共同政策。经过一年多，有很完整的、很具体的整体整理出来，但最后还要和各执政县市长及各县市长的提名人选进一步的彼此交换意见，做最后的定夺后向大家公布。以党主席的身份，苏贞昌抛出牛肉，不过绿营将在五月改选党魁，事关苏贞昌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党主席连任失败，会不会真的投入新北市延续政治生命，一切都很难说。 UDN TV 胡锦顺、尹志刚台北报道。